今天我们来到了桃园，来到了一间很好吃的拉面店，我私心推荐。它就在中山东路59号，是一个乌台来着，但里面位置不多，所以要来吃面的话可以早一点点来，那就不用等太久。这个是原味豚骨拉面。那你吃什么？吃大蒜豚骨拉面。哎呀，吃完嘴巴会臭臭的。这超好吃的，好吗？这是我喜欢的细面，然后还有溏心蛋、笋干、叉烧跟很多的葱。面真的很好吃。我今天吃的是大蒜豚骨，我上次吃的是酱油豚骨，然后我觉得都很好吃。然后面条我是选普通的，软硬度、Q 度都刚刚好，超好吃的。它的叉烧啊，表面是炙烧过的，很香。然后带一点点微焦，所以吃下去的口感真的是倍儿好。叉烧的厚度蛮厚的，不是那种很薄的，有点口感，但是又不会柴柴的，很大片哦。然后另外点一个烧肉，烧肉也是很好吃的。这边拉面吃完以后不会觉得口很渴。有的连锁拉面的汤吃的时候觉得很浓很香，可是吃完整个晚上嘴巴都超渴。这间是我们吃过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拉面。有闻到炙烧的味道吗？好香哦，超香的，超香的，受不了了。不吃面的也可以来这里吃饭哦。嗯，饭也很好吃哦，口味我很喜欢。推荐大家来吃清淡的豚骨汤，清淡但是又够味，好吃哦。